家好，欢迎来到敏智预报，给大家更新过去的一周关于 IU 李智恩大大小小的新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上周重点。距离演员李智恩新电影上映的日期越来越靠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剧照陆续被公开。另外，这部电影公布了电影总时长为129分钟9秒，在韩国的观看限制为12岁以上。官方日前确定，演员包括李智恩在内的四位电影主演将会在5月24日出发到法国参加第75届康城影展。看过上周重点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上周的每日更新。5月2日 Kakao Webtoon 官方更新， Wood Korea 官方 IG 更新。5月3日 IU 更新 IG 贴文。三端水官方 IG 更新。5月4日 Work Korea 官方 IG 更新。Blackya 公开 IU 广告拍摄幕后花絮。New Balance 相关更新。真露烧酒官方 IG 更新。CNP 官方更新。三多水官方更新。5月5日IU 以 IU ANNA 的名义在儿童节当天捐赠1亿韩元至绿色雨伞儿童财团。Anonim Pizza 官方 IG 更新。New Balance 官方新品发布。5月6日 Work Korea 官方 IG 更新。Kakao Page 官方更新 IU 为网漫 Tom Rider King 拍摄的广告。같이일어날까거절은거절할게같이그럼시작된거야달려방해하는놈들은치워버리고훔치고빼앗아서강해지는거야착하기만한건재미없잖아안그래아이유도구랑원정대함께하시겠습니까지금카카오페이지에서맥깨기전에서둘러산도수의관판근신5월7일아이유근신 IG 동태 New Balance 상관근신好，那这一周的新闻就到这里结束。每周一报下周一晚上7点钟再次和大家准时见面，拜拜。